Hello everyone. Today, I'm going to introduce a model that generates audio for your videos. This is Hunyuan's video, Foley. The word Foley basically refers to sound effects, like those created in filmmaking. So, what's special about this model? It has three main highlights. First, multi-scene synchronization. It ensures that the generated audio is highly synchronized with the video content. Second, multimodal balance. It considers both the visual elements in the video frames and the information from your text prompts to create the final sound. This makes the resulting sound effects much richer. And third, high quality output. It can generate high quality audio at 48 kHz. So, how does it perform? Let's first take a look at some official demo videos and results from online reviewers. We'll start with a simple one. 那这个呢是一个汽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我们听到这个音效是非常逼真的。当然呢，我们之前的模型呢也能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听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那大家可以听到它有一个非常柔和的背景的音乐。那另外呢，当两个人拥抱的时候，我们可以听到非常逼真。我们再看一段特别优美的大自然。 可以看到啊，这是猫和老鼠的一个动画片段。那我们可以通过整个画面的展现，看到各种各样的音效呢被模拟出来。所以说呢，整个这个模型的效果呢，我觉得还是非常令人惊艳的。那当然啊，这个只能称之为卖家秀。那如果你要在康UI里面去使用这个模型的话呢，我们可以选择的扩展有很多啊，我这儿有三个。第一个呢，来自于EVN。那么这个安装起来呢，稍微的复杂一点，而且采用的速度呢会比较慢一些。 另外这两个扩展呢，其实整体的结构差不多，它们的优点是在模型里边都用到了加速技术，所以说呢，采用的速度会更快，而且相对来说安装呢是更简单一些。Now, let's talk about installing the ComfyY extension. 最终使用的呢是这个扩展，它的安装呢非常的老套。首先的话呢，我们需要将整个的 GitHub 的仓库呢给它克隆到我们的 custom node 里边，然后通过 pip install-r requirement.txt 命令安装所有的依赖包。另外的话就是下载模型，模型的结构呢非常简单，大家下载之后呢，需要放到这个目录里边。那整体的目录结构呢按这个方式存放就可以了。一定不要忘了啊，肯。 这个点YAML啊，这个一定要拿过来，没有这个文件是不能正常执行的。下边呢，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工作流的部分。大家注意啊，我现在是直接一个加速的工作流。那我们先看一下模型加载的部分。首先呢是主模型，这个就是我们的会员包Fully。在这儿呢，我们把它量化成一个 FP8 的一个格式。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这儿需要加载我们的VE和我们类似的 Text Encode 模型。完了之后，你要注意啊，它在这儿呢还用了一个 Compile 节点，会对这个模型执行一个提前编译的操作。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在你第一次运行这个工作流的时候呢，时间会比较长，然后呢会有一个编译的工作。这个我们可以在控制台的信息里边看到。但是，一旦它编译完之后啊，采样的速度就变得很快了。另外的话呢，我们在这需要有一个示例的视频。示例视频的 FPS， 我们建议大家把它设置成24帧。然后通过 WebInfo 这个节点来获取到整个视频的一些信息。那这里边呢，主要有它的长度啊，还有我们加载的帧数。然后这两个呢会分别连到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节点啊，就是 Foley 的 sampler 采样的节点，在这里边的话呢，大家可以填正向提示词、反向提示词，然后下边基本的配置呢保持默认就可以了。比方我们的 CFG Scale， 其实呢它主要代表着我们整个生成的效果，遵循提示词的一个程度，然后是我们采样的度数啊，采样的算法 ，batch size 这个默认就是依旧可以了。输出节点的时候，我们这儿预览了一下音频，然后同样的把整个视频和音频结合起来，有一个整体预览的效果。这就是整个工作流的部分，非常的简单。好，下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基本的评测和使用的方法。首先呢，我这儿有一个视频啊，大家看一下，这个视频呢是一个美女站在海边的岩石上，后边有海浪拍过来，然后呢海鸥在天空当中翱翔，远处呢还有这个电闪雷鸣的一个效果。我在提示词里边什么都没有写啊，我们看一下它生成的效果会是什么样子。
通过这个预览效果，我们可以听到啊，有明显的海浪拍打岩石的声音，然后呢，还有一个非常契合这个氛围的背景音乐。另外的话呢，有偶尔传来的鸟叫的声音，我们觉得整体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啊。而且你会发现每一个声音它并不是特别突兀。而且下边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测试。第二个测试呢，还是这个视频。现在呢，我加了一个提示词。海浪拍打在岩石上，然后呢，远处的天，这个效果就更加自然，尤其是海浪拍打岩石的那个声音。然后鸟叫的话呢，忽隐忽现，整个的背景音乐呢，也是和整个场景比较契合的。但是呢，闪电的效果和雷声的效果并没有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给定提示词和不。那下边我们看第二个场景，第二个场景呢，其实是两个人在格斗啊，同样还是我先不加提示词，我们看一下声音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因为从整个人物的衣着啊，他们的表情啊，这个更像是在做一个游戏，是吧？所以说呢，它生成的节奏呢也比较的欢快啊。然后的确有，下面呢我们就可以用一个生成视频的提示词，也就是这个视频本来就是用这个提示词生成的啊。大家看一下，这个其实有点过了啊，有着非常明显的这种类似于交响乐的效果啊，然后非常大的呐喊声。所以说呢，提示词还是要精准一点啊，如果有很多的不必要的元素可能。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音频给它优化一下啊，大家看一下，这里边呢主要是两个女武士在角斗场当中进行搏斗，然后他们的。这个同步的比较好，但是还是有点闹着玩的感觉啊，就是喜庆的气氛比较多。所以说呢，我又换了一个，这个就比刚才那个严肃一些。提示词呢，我也写的比较轻。大家感觉一下这个画面和这个声音的确是比较契合的啊，尤其是刀剑碰撞的时候啊，有非常明显的这个撞击的效果，而且出发的时间呢也是比较精准的。那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非常复杂的视频。这个复杂的视频呢，就是我用刚才这个工作流生成的，它主要是一个汉服美女啊，然后踩在水上，然后惊起了很多的飞鸟啊。我的提示词里边写的也比较清楚，脚踩水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轻盈的这个水声，另外就是鸟儿在扇动翅膀的时候呢发出的声音，还有就是它们发出的尖叫声。好，我们听一下。可以明显的感觉到水声、鸟叫声、翅膀发出的声音，还有一个非常美妙的背景音乐的声音。所以说呢，整个的这个模型质量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比我们之前说的 MM Audio 这样的模型还是要好一些的。当然呢，我测试的这个案例呢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从简单到复杂，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们可能用到的一些常见的这种场景。好，今天。